气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又是这个万家庄那个这个朱奎安呢，又带着那批走狗来打家劫舍了。万家庄，是啊，梁大夫，您刚到我们这小镇上，您不知道啊，这个万家庄那个大当家的叫万大全的，哎呦，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哦。谁是万大全？哎，咱们。就是赵爷的岳父，哎呀，赵爷做了那种土匪头的女婿啊，又何尝不是卖身呢？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把东西送给王大娘。沈姑姑，那手上有枪来，叫朱奎安，枪是真的。好俊的娘们，你打哪来？放开我！臭娘们！我打你！我打你！臭小子，滚！振阳，振阳。万家庄的大当家在你这儿，说，我就是万老爷子。那我就把话摊开来说。金掌柜，来，这来了来了。欺负妇幼，
在万家庄是治还是不治？大哥，慢着！弟，咱们两个庄子要是亲家，您就要做一个公正的了断。大哥，饶了我！剩九根指头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马上可以叫他剩下八根七根。爹，八根九根都是治，爹已经给了公证。梁代，沈姑娘，你们认为？我想够了。把这畜生抬上山去！真的，哎，麻烦你把门口躺着两位弟兄松绑。是。我送沈姑娘回去。万老爷、赵爷，失礼。梁太太，哎，别谢我，我已经决定留在沙河镇，这镇上的事儿，不就是我的事儿？是。沈姑娘，无关呐，只要咱们是亲家一体，我庄子人敢欺负你们的人，我叫他大卸八块。要是反过来，秋林受了一丁点委屈，我也会把沙河镇翻过来。本来说你有急事找我，什么大事？连我睡回笼觉你都等不及了？爹，有人送了好酒来。我急着请爹来品尝。好，没有比酒更大更痛快的事了。把酒菜摆上，我伺候爹。就听到娘纺纱的声音了。你的马上还在县城外，娘的心里就在嘀咕了。娘，我每次走的时候不是都留了钱给您吗？您的眼睛看不着，以后就别干活了吗？眼睛看不见，这日子就更难熬。你要是肯留下来，不要跟着车队走。你还在找那指标？射标的人就是杀爹的凶手。娘，要是您认得出那只镖，娘，我是个瞎子，我什么也认不出。娘，您要不说出来的话，我就一辈子找下去。你找的又有什么用？能让你爹再活过来？要
是再赔上你一条命。我歇一晚就走，我到车上去，把给娘买的东西拿下。哥，娘不要东西，娘只要你早一点给李家娶房媳妇儿。你到底有没有中意的姑娘啊？沙河镇的水跟人命一样值钱，今晚上灯的时候我在包公祠等你，你要是不来，你就跟这桶水一样保不住了。梁大夫是我们镇上第二个活菩萨，他如果能留下来，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沙河镇，你为什么也来沙河镇？因为我不相信你被火烧死。第一次没烧死，你还想再放一把火？你舍得死吗？嗯？舍不得，因为我还没看到你死。那你跟我一样，在我没找到那个男人之前，我也舍不得死。什么男人？你告诉我，那个男人是谁？说。周家镇的人，一路上跟着那个姓李的男人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跟他无关。我当然知道跟他无关。那种头脑简单的粗汉，你看不上眼。那个男人是谁？说。嗯。但没死，他就是沙河镇的人。镇上的人很
快了就会把我当成第二个包老爷。慢慢的折磨你，直到你说出来那个男人是谁。也等不到那一天呢，包老爷会睁开眼，找你遭到报应的。我虽然右手害人，可是我左手却帮着人治病，连包老爷都难论断我是恶人还是善人。你是场在这场全英雄，我要睁开你的真面目。没有用，我会把所有的人心全买下来，早晚我在沙河镇的地位会超过那个叫赵石俊的。凭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成了吧？干嘛赶明儿个？就在今天。人家沈姑娘在咱们镇上讨生活是靠本事，又没招你们，又没惹你们，这是干嘛呢？就算人家沈姑娘长得俊得让男人看得都眼红，这也不是她的错呀。行行行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。那你们说，那你们自个儿说说啊。沈姑娘，先前那个赶车的我们都以为是马贼，这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好街坊了，一家人了嘛。啊，都是一家人了嘛。一家人。来来来，吃麻花刚出炉的，又香又脆，大家吃嘛。啊，那可不，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。啊，所以呢吃不完可以兜着走啊。啊啊，你尝尝看。
怎么了？哎呀，又怎么了你？哎，沈姑娘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走！哎呀，走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水源从山顶上流下来，今年又成为一个干谷，哼，又是白费功夫。到夏天，发动镇上的人，沿着山谷多种些树，多少能管些用。梁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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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娘上去救命啊！你娘病了？不是，是沈姑姑。就到麻花铺隔壁的药厂去抓，嗯，还得长期吃，不能断。要吃多久啊？总得9到10个月吧。这么久啊？是什么病呢？不是病，是喜。这个药方是安胎的补药。沈姑娘来这儿多久了？2多月了。她有身子，有多久了？1个多月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在这乱撒野！去告诉你们家少奶奶，我是文英，想见见她。你是我们家小姐的什么人？我是你们姑爷的。反正你去告诉你们姑爷就知道了。姑爷在陪小姐说话。那我就自己进去，不跟她报了。试试看这个新枕套。是沈姑娘教我绣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有个叫苏小的闯进来了。文英，这位就是赵大嫂吧？对不起，你和赵大哥的喜宴我没有参加，所以我们……你就是苏小姐？我这样哪像小姐啊？刚才你已经听见赵大哥叫我了，我叫文英。请坐。绣得好巧哦，赵大嫂肯教我绣吗？那你恐怕得找我的师傅教你了。你师傅是谁呀？沈姑娘。她恐怕不能教，她身子不好。我在路上碰到郑阳，郑阳告诉我。赵大哥一向对身子差的人特别同情，是不是啊，赵大嫂？喂，你要见秋林，已经见到了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让秋林早点休息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赵大哥一向体贴身子差的人。要是我也得了痨病，文玉，你不是专为这儿娶她的？是听你
是你心里想的人？不，绝不是他。那到底是谁？要心平气和，嗯。我，你这好歹啊，也得跟我说一声呢，我也得封住外面那人那些大嘴巴子。沈姑娘，你身子太虚了，要好好调养。你当家的在吗？我来跟他谈。要他多留意你，啊！我就是沈姑娘她当家的。哎，她没男人跟我一样啊。哦，是过世了吗？我也弄不明白，这怎么会呢？谢谢梁大夫，我没事。你已经动了胎气了，我开了几副药给邢嫂。吃药？哎呀，瞧你，人家梁大夫还不给你毒药吃啊！我怕吃苦药。良药苦口，沈姑娘，为了你自个儿跟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还是忍着多吃点苦喽。我就住在大吉茶馆楼上，有什么事儿，叫振阳去找我。哎，梁大夫，您真的不走了？我对沙河镇是越来越喜欢了。我想，在沈姑娘还没生以前，我是绝不会走的。啊，哎呀，梁大夫，如果您能啊，天天来看沈姑娘，甭管沈姑娘会生个大胖小子。啊，谢谢您啊。哎，谢谢啊，大夫，不送了。沈姑娘，这会儿屋子里头啊，里里外外都没有人，你得跟我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您住的我们村子里两个月，怎么会有身子呢？哎呀，您是说话呀，我才能替你做主啊。好像惦记什么人似的，非赶着要走。我只惦记娘。那下回非留你住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才放你走。娘，进去吧。这回你要去多久？
跑些什么地方啊？也许先去沙河镇。我走，娘，您多保重。邢家嫂的，这可是药耗子的毒药哎！啊！哎，这药方子上是白纸黑字啊，你这两只眼睛长屎啊！你这照单装啊！哎，邢嫂子，我们黄大夫啊，给人家抓药啊，一向啊是看人的。那个贼子啊，哎，就抓的这一种。你说谁贼啊？偷人养汉那不是贼，是什么呀？这叫人长得俏啊，偷得更俏。哎，你们凭什么当面锣当面鼓诓人呢？凭你们邢家龙蛋郑阳的一句话。郑阳？郑阳说那个娘们路过口风，到咱们镇上是找人的。嘿，是啊，这就是啊，秃子头上啊长虱子，摆明了吗？他肚子里那块肉啊，就是那个人的。哎，真好。哎。这路走错了可以回头啊，这话说错了是收不回来的啊。等我回去跟着沈姑娘弄清楚，要是是你们说错了，我把你们一个当耗子毒死。进课堂显钱走人去，快去！邓阳，回去告诉那个沈姑娘，说我明天要去找她。进去。小孩打打架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呢？原先呢，我也不打算仗着人多势众啊，去欺负一个妇道人家。可是你看，现在连孩子们都学上了。这些猴孙还不是从戏台上学来的？可是全镇的大人呐，可认真的想讨个公理出来。什么公理？大家谣传呐，跟沈姑娘私通这个男人是咱们自己人，所以呢，就戳着这对男女，让他们出来认错，这就是公理。我乍一听到跟你一样傻了，可是这沈姑娘真的有了身孕呢。不是我想瞒你，全镇的人几乎都知道了，我像被他们抓到的女马贼，连邢家的大门我都迈不出去。我要在包公祠前面当着全镇的人给你跟孩子冠上造型。咱们镇上还没有一个人敢在包公祠说一句假话。明天全镇的人跟我肚里的孩子都会遭到万纳泉的毒手。保得了全镇，就保不了你的名节。我总会有个选择。
回去。请镇长通知大伙，明儿一大早在包公祠聚合。等一等，你阻止不了我。我不阻拦你，你也阻止不了我。师傅，你不答应我就跳下去。那我答应你什么呢？无论在任何处境，你都不能承认孩子是你的。我不答应，我死也不会答应。星慈，星慈，星慈，要是我答应你，全镇的人都不会放过你，他们会审你，会逼你，会叫你，那比一刀杀了你还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拦他，要死就一块死。孩子何辜？我就不相信三条心加在一块儿还有什么活不下去的道理。我要活得清白，我要死得冷。你承认我是清白的，你们赵家承认我是媳妇，我还有什么不磊落的？我们三个人对着青虎起誓，哪怕是要了我们的命，也不能说出孩子的身世，答应我。答应我。自从梁大夫来了以后啊，这小镇上许多人都受到你的照顾。哦，一个大夫的职责呢，就是救人呢。我应该谢谢沙河镇对我的友善啊。同样是外来客，却有着天壤之别。镇长是说，就那个沈姑娘，她跟梁大夫一样，也是外来客。可是他却惹了麻烦，镇上的人呐，正在酝酿着要定他的罪呢。既然是外来客，请他离开就算了。我盘算呐，他要是清白的，就一定会离开；不然，他就真的跟镇上的男人私通。我又不是囚犯，小姐，别为什么叫奶妈看着我，除非把我的腿打断。否则我今天非要出去。进去。哎，镇长，小姐已经答应不去赵家闹事了。哼，我打从小就在赵家出出进进的。哦，赵大哥一成亲，我去就去闹事了。哼，管理员，把门拴上。好。你。马鞭是用在畜生身上。哼，如果人不挡着我的路。我是打算去骑马，你哪也不准去。爹，镇长要是放心的话，我陪苏小姐去骑马，然后再送她回来。好好好，
就看在梁大夫的份上，老刘啊，吩咐他们准备两匹好马。是。还不谢谢梁大夫？哼，我才不领他的情呢，要谢爹您自己谢吧。哎，这家伙。天黑以前，我一定送苏小姐回来。骗老骗老。但愿她能够治得住这个丫头。是谁呀？我是大夫，不管什么病都能治。张大哥，包括心病，譬如死心眼。请把手放开。我已经治好你扭伤的脚筋，你要是信得过呢，我保证也能治好你的心病。见镇长。哦，镇长有急事去。到哪去了？邢寡妇家。秦嫂子，我想私下跟镇长说话。你避着我。好吧，我就在门外。我信得过镇长，我相信镇长也不会带着大伙来欺负你。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，我们可以请赵爷去做主啊。我先告个罪，这一趟呢，我是非来不可。我是有了身子，镇长要说的，是不是这一档的事儿？既然有了身子，我想沈姑娘定是成过亲了。那个人不会是沙河镇上的人了。我在等你的答复。不是。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是哪个庄子的人？死
对一个做古的人还要追问吗？我是要追问另外一个活着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你到沙河镇上来找的人。也就是你孩子的父亲。沈姑娘，你到沙河镇来这两个月并没有离开过，那你肚子里这一个月的身孕分明是跟镇上的男人有关系，他究竟是谁？